35岁成职场荣枯线。来看腾讯、京东、小米真实情况。数据宝联合腾讯财经推出数看职场，本文从员工年龄角度出发，重点关注互联网等热门行业数据，为您揭秘各行业的年龄门槛。全球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发布的职场人转折点报告显示，职业人生转折点一般从23岁开始，27岁至30岁是小高峰，31岁至35岁是大高峰，35岁后开始迅速下跌，直至趋近于零。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平均年龄相对最低，滴滴出行员工平均年龄最高，这或与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性质不同有关。比如优步退出中国后，老司机们纷纷选择全职或兼职加入滴滴。客观情况来看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不同年龄段的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，16岁至19岁达到顶峰，20岁至34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5小时左右，35岁之后开始下降。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会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，这也是不少企业在招聘时候设置35岁为门槛的重要原因。